挂挂。我们把画儿挂在墙上吧。我们把画儿挂在墙上吧。请先别挂电话。请先别挂电话。关键关键。这不是问题的关键。这不是问题的关键。文章最关键的部分是第三段。文章最关键的部分是第三段。观众观众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管理管理。现在是谁管理这座房子？现在是谁管理这座房子？我不太懂管理，所以不适合做负责人。我不太懂管理，所以不适合做负责人。光光。早上打开窗户，太阳光照了进来。早上打开窗户，太阳光照了进来。学游泳光看是不行的，要练习。学游泳光看是不行的，要练习。我们把西瓜吃光了。我们把西瓜吃光了。广播广播。爷爷正在听广播。爷爷正在听广播。广告广告。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广告。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广告。逛逛。今天我陪妈妈去逛街了。今天我陪妈妈去逛街了。规定规定。公司规定不能来上班要先请假。公司规定不能来上班要先请假。请先阅读一下图书馆管理规定。请先阅读一下图书馆管理规定。国籍国籍。请您在表格里填上国籍和姓名。请您在表格里填上国籍和姓名。国际国际。请问国际航班的出口在哪儿？请问国际航班的出口在哪儿？果汁果汁。我更爱喝我自己做的果汁。我更爱喝我自己做的果汁。过程过程。在工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。在工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。海洋海洋。孩子们被海洋馆深深地吸引了。孩子们被海洋馆深深地吸引了。害羞害羞。他很害羞，不太喜欢说话。他很害羞，不太喜欢说话。寒假寒假。
我们再过一星期就要放寒假了。我们再过一星期就要放寒假了。汗，汗。我一吃饭就出汗。我一吃饭就出汗。好处，好处。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好处。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好处。好像，好像。天阴了，好像要下雨了。天阴了，好像要下雨了。号码，号码。你还记得他的电话号码吗？你还记得他的电话号码吗？合格，合格。我是一名合格的律师。我是一名合格的律师。合适，合适。这双鞋你穿很合适。这双鞋你穿很合适。盒子，盒子。盒子里装了些什么？盒子里装了些什么？后悔，后悔。没去看演出，我很后悔。没去看演出，我很后悔。后，后。这本书太厚了。这本书太厚了。地上的雪有一米厚。地上的雪有一米厚。互联网。互联网，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。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。互相，互相。我们是邻居，应该互相帮助。我们是邻居，应该互相帮助。护士，护士，护士正在给病人打针。护士正在给病人打针。怀疑，怀疑，我怀疑他忘了今天要开会。我怀疑他忘了今天要开会。回忆。回忆，我们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。我们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。大学生活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大学生活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活动，活动。我去公园里活动活动。我去公园里活动活动。这次活动组织得很成功。这次活动组织得很成功。活泼，活泼。妹妹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。妹妹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。火，火。森林着火了。森林着火了。请别发火。请别发火。最近我们的生意很火。
最近我们的生意很火。获得，获得。祝贺你们获得了好成绩。祝贺你们获得了好成绩。积极，积极。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。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。积累，积累。他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他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经过多年的积累，他的语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经过多年的积累，他的语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基础，基础。请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改一改。请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改一改。我学习了一些基础的语法知识。我学习了一些基础的语法知识。激动，激动。看了这部电影，我很激动。看了这部电影，我很激动。这个消息真是激动人心。这个消息真是激动人心。及时，及时。谢谢你及时赶来帮助我。谢谢你及时赶来帮助我。这场雨下得很及时。这场雨下得很及时。即使，即使，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不要放弃。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不要放弃。计划，计划。这个计划很不错，你就按照它去做吧。这个计划很不错，你就按照它去做吧。我们计划在五一节那天结婚。我们计划在五一节那天结婚。计算机，计算机。每个教室里都有一台计算机。每个教室里都有一台计算机。记者，记者。一位记者报道了这个消息。一位记者报道了这个消息。技术，技术。这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。这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。既然，既然。你既然答应了，就要把事情办好。你既然答应了，就要把事情办好。继续，继续。请大家休息一会儿，十分钟后继续上课。请大家休息一会儿，十分钟后继续上课。寄，寄。你的信已经寄到。你的信已经寄到。加班，加班。这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加班。这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加班。加油站，
加油站。你家附近有加油站吗？你家附近有加油站吗？家具，家具。搬家后我们换了新家具。搬家后我们换了新家具。价格，价格。从去年开始，汽车的价格在降低。从去年开始，汽车的价格在降低。假，假。做人要诚实，不能说假话。做人要诚实，不能说假话。坚持，坚持。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。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。减肥，减肥。我每天跑步减肥。我每天跑步减肥。减少，减少。顾客减少了三分之一。顾客减少了三分之一。建议，建议。我建议明天休息一天。我建议明天休息一天。他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。他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。将来，将来，将来你打算做什么工作？将来你打算做什么工作？奖金，奖金。我们年底发了一笔奖金。我们年底发了一笔奖金。降低，降低。秋天来了，温度开始降低了。秋天来了，温度开始降低了。交，交。我已经把材料交给经理了。我已经把材料交给经理了。我交了很多中国朋友。我交了很多中国朋友。交流，交流。语言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工具。语言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工具。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丰富。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丰富。交通，交通。常用的交通工具有汽车、火车、飞机等。常用的交通工具有汽车、火车、飞机等。郊区，郊区。我住在郊区，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市中心。我住在郊区，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市中心。骄傲，骄傲。获得了成功也不能太骄傲。获得了成功也不能太骄傲。饺子，饺子。中国人过春节要吃饺子。中国人过春节要吃饺子。教授，教授。他是一位大学教授。
他是一位大学教授。教育，教育。父母很重视孩子的教育。父母很重视孩子的教育。爸爸经常教育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。爸爸经常教育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。接受，接受。你的意见我都接受。你的意见我都接受。接着，接着。他想了一会儿接着写。他想了一会儿接着写。接，接。我们下午只有一节课。我们下午只有一节课。节约，节约。请节约用水。请节约用水。结果，结果。你看比赛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你看比赛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解释，解释。他把原因解释得很清楚。他把原因解释得很清楚。请允许我对这件事做个解释。请允许我对这件事做个解释。尽管，尽管。尽管我认识他很久了，但是并不了解。尽管我认识他很久了，但是并不了解。紧张，紧张。第一次演出，他很紧张。第一次演出，他很紧张。进行，进行。比赛还在进行。比赛还在进行。禁止，禁止。公共场所禁止抽烟。公共场所禁止抽烟。京剧，京剧。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。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。经济，经济。近些年来，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很快快。近些年来，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很快快。经历，经历。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。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。我的经历我都写在这本书里了。我的经历我都写在这本书里了。经验，经验。他在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。他在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。精彩，精彩。你们的表演真精彩，大家都很喜欢。你们的表演真精彩，大家都很喜欢。景色，景色。日落的时候，海边的景色很美。日落的时候，海边的景色很美。
警察，警察。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警察。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警察。竞争，竞争。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激烈的竞争。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激烈的竞争。竟然，竟然。他们竟然只用了一周就完成了任务。他们竟然只用了一周就完成了任务。镜子，镜子。对不起，我把镜子打破了。对不起，我把镜子打破了。究竟，究竟。你究竟为什么哭呢？你究竟为什么哭呢？举，举。大家还有问题吗？请举手。大家还有问题吗？请举手。举办，举办。这个活动由我们来举办。这个活动由我们来举办。举行，举行。会议两点钟举行。会议两点钟举行。拒绝，拒绝。他拒绝了大家的邀请。他拒绝了大家的邀请。距离，距离。我家距离公司很远。我家距离公司很远。聚会，聚会。明天有个聚会，你想参加吗？明天有个聚会，你想参加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开心，开心。妹妹开心的笑了。妹妹开心的笑了。看法，看法。请说说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吧。请说说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吧。考虑，考虑。我会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我会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科学，科学。他在学校里学习了很多科学知识。他在学校里学习了很多科学知识。科，科。这棵树又高又大。这棵树又高又大。咳嗽，咳嗽。他感冒了，咳嗽得很厉害。他感冒了，咳嗽得很厉害。可怜，可怜。这个小孩儿找不到家了，真可怜。这个小孩儿找不到家了，真可怜。可是，可是，虽然我很想去，可是实在没时间。
虽然我很想去，可是实在没时间。可惜，可惜，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太可惜了。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太可惜了。客厅，客厅，爸爸正在客厅看电视呢。爸爸正在客厅看电视呢。肯定，肯定，我五点以前肯定会回来。我五点以前肯定会回来。空，空，盒子里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盒子里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空气，空气，公园里空气非常新鲜。公园里空气非常新鲜。恐怕，恐怕，恐怕要下雨了，你带伞了吗？恐怕要下雨了，你带伞了吗？苦，苦，药太苦了，我不想吃。药太苦了，我不想吃。矿泉水，矿泉水，我买了两瓶矿泉水。我买了两瓶矿泉水。困，困，我困了，要去睡觉。我困了，要去睡觉。困难，困难，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。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。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很困难。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很困难。垃圾桶，垃圾桶，街上有许多垃圾桶。街上有许多垃圾桶。拉，拉，妈妈拉着女儿的手。妈妈拉着女儿的手。辣，辣，我不习惯吃太辣的菜。我不习惯吃太辣的菜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今天早上起晚了，来不及吃早饭了。我今天早上起晚了，来不及吃早饭了。来得及，来得及，电影九点半才开始，还来得及。电影九点半才开始，还来得及。来自，来自，它来自一个美丽的海边城市。它来自一个美丽的海边城市。懒，懒，我家的小猫很懒，一个下午都在睡觉。我家的小猫很懒，一个下午都在睡觉。浪费，浪费，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。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。浪漫，浪漫，
这本书讲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。这本书讲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。老虎，老虎。每次去动物园，儿子最喜欢看的就是老虎。每次去动物园，儿子最喜欢看的就是老虎。冷静，冷静。你十分冷静地面对这个问题。你十分冷静地面对这个问题。你别激动，先冷静一下。你别激动，先冷静一下。离婚，离婚。我最近才知道他们离婚了。我最近才知道他们离婚了。礼拜天，礼拜天。这个礼拜天你有空吗？这个礼拜天你有空吗？礼貌，礼貌。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。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。理发，理发。你什么时候去理发？你什么时候去理发？理解，理解。这个问题你能理解了吗？这个问题你能理解了吗？理想，理想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。因为努力学习，他获得了理想的成绩。因为努力学习，他获得了理想的成绩。力气，力气。走了这么多路，我累得一点二力气都没有了。走了这么多路，我累得一点二力气都没有了。厉害，厉害。他病得很厉害，住院了。他病得很厉害，住院了。两，两。我们俩是好朋友。我们俩是好朋友。连，连。你怎么连我都忘了？你怎么连我都忘了？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连着问了我好几个问题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连着问了我好几个问题。联系，联系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？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？你和大学同学还有联系吗？你和大学同学还有联系吗？凉快，凉快。秋天的天气很凉快。秋天的天气很凉快。零钱，零钱。您可以帮我换一些零钱吗？您可以帮我换一些零钱吗？另外，另外。
我还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。我还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。留留我留下等他，你先走吧。我留下等他，你先走吧。流利流利你的汉语说得很流利。你的汉语说得很流利。流行流行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流行音乐。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流行音乐。旅行旅行我们计划夏天去云南旅行。我们计划夏天去云南旅行。律师律师我的妈妈是一名律师。我的妈妈是一名律师。乱乱房间里很乱，我们收拾一下吧。房间里很乱，我们收拾一下吧。麻烦麻烦这件事儿很麻烦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这件事儿很麻烦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麻烦您帮我拿个杯子好吗？麻烦您帮我拿个杯子好吗？真不好意思，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。真不好意思，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。马虎，马虎。做事要认真，不能这么马虎。做事要认真，不能这么马虎。满，满。我的书包里装满了书。我的书包里装满了书。毛，毛。这只小狗的毛是白色的。这只小狗的毛是白色的。地上有一毛钱。地上有一毛钱。毛巾。毛巾。热了吧，用毛巾擦擦汗吧。热了吧，用毛巾擦擦汗吧。美好。美好。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很美好。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很美好。